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 is currently underway here in Beijing.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is a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ection. It's focusing on green development amid China's efforts to achieve its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Let's check it out. 我们这平台会为这些企业的有需求方来给它深度赋能，使它一键达到它的能碳的数字化转型，并为下一步的碳足迹、碳中和，乃至它的最后中和的一个认证的全链条的服务。双碳目标的提出呢，促进了各个企业在下一步深化它的科技创新，让更多的企业能主动的通过双碳为契机融合到下一步的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 为我们带来了再次基础上所形成的面向石油石化行业的绿色供应链、绿色加油站以及清洁燃油解决方案等产品。我们一方面起到减污降碳的作用，一方面呢又减少了燃油的消耗，在实现节能目标的同时呢，为我们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这么一个服务和产品。双碳目标呢是引领中国低碳转型的这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吧，必将引领呢我们一个全新的能源革命，推动节能和环保技术的新发展。我们呢有信心实现这么双碳目标。 咱们身后呢是氢燃料电池电锥，氢燃料电池呢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在本次冬奥会上呢，我们的氢能大巴也是为冬奥会上的接驳来宾提供了服务。我们计划呢在2023年率先呢实现咱们国内的碳达峰，来为环保和双碳积极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